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0 组 C 角色的强度排行，两代人全卡登顶 T0， 老牌组 C 地位尴尬。 5.1 炎女灵命完全体，那我要完美色后队友火神是用来了。元神纳塔 5.1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豹女希诺宁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除了希诺宁外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、粉毛少女茜特拉利、成女夏斯卡也会和大家见面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1 卡池新五星角色希诺宁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希诺宁的立一技能改动也终于来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希诺宁还是非常强的，机制方面优秀，拥有减抗治疗伤害增益的，甚至于可以用来打副 C 也是可以的。简单来说就是辅助输出希诺宁都可以承担，并且希诺宁对于专武的需求也并不大，灵命的希诺宁便可以提供大量的 buff 加成，妥妥的灵命完全体。所以说命座对于希诺宁的提升反而比专武更值得。而说起希诺宁的配对搭配，就目前来看，希诺宁的潜力很大，加入到队伍中后也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提升。说白了就是只要不是在风潮体系的队伍中，希诺宁对于队友的提升表现都非常出色，大世界跑图能力也超级优秀，E技能可以爬山，跑图体验感拉满。不得不说这次通用炎斧希诺宁是强度颜值跑图全部拉满了，关键还是女角色纳维亚这波直接喝汤，完美队友来了，真就是人权卡必抽了。倒是钟离不知道会不会被爆金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网传的消息来看，还提到了在后续的 5.1 版本貌似可以试用火神，当然了，可能只是能控制走路，个人感觉的话大概率是以火神的视角去过剧情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元神纳塔 5.0 卡池的马拉尼万叶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随着新五星角色的登场，角色强度的排行也发生了变化。而说起截止到 5.0 版本主 C 角色强度排行推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截止到 5.0 版本主 C 角色还是比较多的，角色强度主要分为了 T0 T0.5 T1 T2 T3 T4， 其中 T0 强度的角色分别有纳维莱特、湖人这两位，也算是输出角色中公认的了，一个水系大 C， 一个火系大 C。 而说起 T0.5 强度的角色分别有马拉尼、艾尔海森、雷电将军、纳维亚这四位，属于拥有一定强度但是又不如龙王那么超模，适用于大多数环境中。其中马拉尼是 5.0 卡池的新五星主 C 角色，强度可观，但是需要等队友，属于未来可期的那种，后续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。除此之外就是 TE 强度主 C 的角色了，分别有胡桃、达达利亚、林尼、莱欧斯利、神里林华、克洛林德这几位，基本上都是老牌强力主 C 和封单版本主 C 居多，在体系队中的表现还不错，但是深渊使用率的排名并不是太高。至于 T2 级以下强度主 C 角色就比较多了，像赛诺、肖、流浪者、提纳里、甘雨、灵人、肖公等角色都是属于强度偏低的主 C 角色了，尤其是甘雨、灵人地位下降的还是比较大的。总的来说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主 C 角色优先抽取纳维莱特、湖人、马拉尼这几位，其余的可以按需抽取，再往后就是 XB 档抽取了。